我们现在要出发去 Geraldine Holiday Mode 启动，我们要去露营啦。这次是我们第几露呢？算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是我们今年第四次露营，带着两个瓜，很庆幸我们两个宝贝都很喜欢跟我们去露营，尤其是老大，他知道我们这次十二月策划了这个露营后，他非常兴奋。每次我们什么时候露营，什么时候露营，今天我们就去露营啦。我们现在要出发去的营地呢，在 Geraldine 的 Farmyard Holiday Park。它离这边从基督城过去呢是要1小时40分钟，可是今天有点塞车哦。我们拿到地图了，这里就是 Farmyard Holiday Park。我们这次住的地方是在这个27和28，我们在等着还有两家人会过来。哇，你看这边还有很多小动物可以看呢。这里就是我们的营地，27还有28。我们的帐篷扎好了，哇哦！从小训练，这里就是他的厨房，公共厨房，有冰箱，有 stove， 这边还有一个 stove， 哎，有刀哎，来的，前面还有一个 stove。然后这里啊，如果没有带杯子餐具，这边都可以借，这么多设备好齐全，有 kettle 饭煲 toaster microwave， 嘿 high chair 也有哎，然后有一些桌子给你在这边用餐，这边还有很多的 pot， 很多锅，如果忘记带锅的话可以用这里的。哇，这种经典，这是什么，陶瓷吗？然后从 kitchen 走出去，这边是 laundry，可以在这边洗衣，如果想的话，可是就要给有收费，4刀。然后外面有一些小朋友的小 playground， 很 family friendly。然后这边有的烧烤是免费的。然后厨房的旁边呢，可以看到这里是
女生的厕所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给 family 的吗？应该是 family 可以用的。好干净哦。哦，他在这边，他贴了一个 notice， 他讲这边有呼呼鼻的 ，please keep the doors closed at night to stop the beetles coming into the toilet or shower rooms。现在是12月，也是 KV 的 long holidays，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营地基本上已经 book 得满满了。这里有一个 trampoline， 哇哦，这里真的很适合小朋友哎，前面又有多一个烧烤，然后。旁边就是牛马，前面还有一个 bouncy castle， 这里是一个 sand pit， 这里有 marshmallow pit， 可以烤 marshmallow， 这里是儿童的 playground， 还有 snake and ladder， 这么大的，哦，我在想没有带怎么玩，原来是用这个来决定是几步，这样子，看它停在哪里，一步，哎，去了五步，这里是 recycle center， 就把你的垃圾丢在这边分类，这个。大自然啊，看自己无动于衷。买了一个 tip top ice cream， 3.9。天气太热了，要吃雪糕。你自己当的吗？哇哦，这么棒 ！Lady 呢？那边。你看我买了什么？枪！哇，我要一口。3.9哎，再多一点我可以买一个 top 了哎。哎，你看。天气太热，我平常是不会吃 ice cream 的人，不过今天天气真的是太热了。然后前面那个 check-in counter 那边又有卖，又有整个很多选择的雪糕，我就买了这个 tip top， 3.9。我女儿还不知道我买了雪糕，我们先吃完先。你变到小时候是不是？回到10岁了。对，童年吗？跟他们一起过童年。这里很有 feel 哎。被你发现了。被你发现了。哇，你看看。这个。掉下来。这个也要吃啊！镜头先吃，镜头。请你吃吗？我们最大的。你看他舌头，他看到我们吃雪糕，他讲哎，喵喵喵喵喵喵。你看，这是母的孔雀，有它的 baby。我们现在要去看小动物，现在走到来谷内谷内的区，就是猪猪的区。哇，他们好忙啊，好大只的。Daddy pig 跟 Mommy pig 啊。Peppa Peppa。你这样喜欢看 Peppa， 那这就是真正的 Peppa 了。Peppa pig。哎，和平相处了。哎呀，你不要来争我的床，这只在睡觉了。你们比谁比较大声，是不是？哇哦，你看这边，小孩子还可以骑小车。你看，上面还有海马哎，这是什么？可以玩抓迷藏的地方。
嗨。看谁的脸比较黑？他脸这么可爱，你看。水汪汪的。Thanks. 沈阳他，那么沈阳他，沈阳，手放开一点，手开一点，对，拿前面跟后面，对。哇哦，姐姐好勇敢哦！来，你看到吗？可以吃。等你啊！妹妹，好吃吗？你的食物？今天的晚餐，哇，这是谁准备的？你自己切的，哇，厉害！你看有没有胖？现在是几点？8:25。现在是8:25。这次是我们露营睡到最迟的一次。平时呢，我们都会背这两只，7点就醒了。哦，好大的进步哦！哈哈，而且他们都睡得很好。两个人睡得很好。好了，我们要去梳洗了，去吃早餐。先去梳洗。姚若仪不是回来了？你看，你在大口摇一般。你要去哪里？现在？现在我要去骑驴子的腰。走，带路，带路。排队骑驴子。先拿这个。很多驴子，我们在等着比较小 size、比较小 size 的头盔，先戴上 Hannah。天啊，看这边，哎。摸他的是不是？沈阳他，摸摸他耳朵。这是alpaca。可以坐前面。喵喵喵！给你，我直接喂你。没有。你刚不是说有？马来西亚的罗蒂特奶。罗蒂特佬的。蛋奶奶。Upgrade version。这个套路。我用这个买。好吃。不知道在这里。不知道，我开关。现在你有吃吗？有放刀啊！哇哦，落地鼻上，这个是落地鼻上。开始。Hello.
出来了轮船比较漂亮一点，那头发不美。哇哦，这里有很大的一个 hammock， 超大的。然后上面呢是可以玩 flying fox 的地方，很酷哎。今天下午这样热，我们来这里乘凉就对了。Kara 呢？我在后面。哦，我们要 ready 要滑滑梯啊，好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很慢的 Kara， 很慢。Tree， 我们要尝试第二个更高的赛，更陡的赛。我们下去玩、啊。呜！放放放！第二天的午餐，看现在爹地要 challenge 这个 flying fox。看起来很干哦，只有手长脚长的人才可以。轻轻的，轻轻，轻轻的，轻轻。嗨，你好享受哦。好啊，我想坐上去，可以吗？哇，这么浪漫啊！柳树下荡秋千，晚上十点，也就是我们迷探的开始。睡着了。今天的早上8:15，哦，睡得好吗？睡得好吗？不好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看姐姐这里吵。嗯啊，去树下吃早餐。嗯，我准备过最好的，谢谢。你过了两个啊？他讲这个是留给我的。哦。站在这儿，好的。嗯。开了 Geraldine Farmyard Holiday Park， 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，31度，我们热到速速的赶快整理我们的
次的那个露营在这个 Holiday Park 还蛮有趣的，因为它有很多农场动物，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可以让小朋友们放电，然后它的 playground 设施也很完善，然后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喂小动物，然后每一天早上呢9:30有一个 donkey ride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就要准时9:30就要在那边排队。